今天大会非常荣幸的请到中华民国前行政院院长郝伐春先生，郝将军，专程莅临，为我们今天晚上的勇士国魂作为超级贵宾。我们现在全体起立，以热烈掌声欢迎郝将军、郝院长。准备，一、二、三。谢谢院长，谢谢主席团。
请各位静坐，恭请院长致辞。香港爱护同胞举办的优势过魂筹办的主席团各位先生女士，所以今天香港热爱中华民国、效忠中华民国的同胞们，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抗战的老兵，今年96岁，有机会同香港同胞一起纪念抗日胜利的70年，感觉到非常的荣幸。今天我们香港的同胞在此地能够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我觉得这是全中华民族你们是最光荣的一部分。现在今天我简单的以这个我们80年抗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同各位提出几个要点。首先我们要知道，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不是世界大战，是欧洲大战，因为战场是在欧洲，在大西洋。所以真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算是世界大战，因为这个战场打了80年，开始是从我们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抵抗日本开始，中间是我们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击败了日本，使得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所以真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是在我们中华民国的战场，中介也是在我们中华民国的战场。这可以说我们中华民国中华民族是二次大战的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尤其是在亚洲的主角。所以今天我要这是第一点同各位宣布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旗帜中华民国的卢沟桥，终止日本在1945年的，也就是我们民国34年的无条件投降。中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中华民国打了8年，英国同德国只打了6年，德国同苏联只打了5年，美国同日本只打了4年，所以我们的作战的时间最久。我们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唯有我们中华民国是个贫穷落后分裂的国家，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个反侵略的正义战争。老实说，其他国家他们作战基本上是霸权战争，所以我们80年抗战的本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证明了我们民族精神，证明了蒋委员长的坚强的领导是迎接我们民族精神的唯一的一个要素。
所以我们的抗战，我们是靠精神力，靠我们的抗战意志来胜利的，这就是一战必胜的道理。因为我们这个靠精神，我们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全民不惜牺牲，我们的军队是不成功变成人的决心，所以我们是伤亡也最惨。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在二次大战的中华民族，我们有4亿人流泪，有5000万人逃难，有2000万人流血牺牲。所以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悲惨壮烈的一个一页历史，但是战国也很辉煌，最辉煌。所以因此我们因为靠这个精神力，我们可以说举几个例子，像在淞沪战争的时候，我们一个姚子青一个营全营都阵亡了，我们在山西也为江玉珍旅长4000人全部阵亡了。就去年我去，我们看到日本人留下来的日文的碑，我们才，所以他们不，反而我们自己忘记了，倒是敌人对他们表示敬重。所以我们因为靠精神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以我们阵亡的将领也最多啊。所以我们总共阵亡268位的将军，其中包括了2位集团军总司令啊，8位军长，20位师长，而美国只有11位将领阵亡，英国只有7位，苏联只有15位。所以我们因为我们要以牺牲来奋斗，所以我们的伤亡最大。但是在我们尤其因为这样他们的牺牲，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代的子孙永远都要纪念他们，感谢他们。因此抗战期间，我们蒋委员长的领导，他面临了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不一样的一种这个困难。这个就是我们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了，抗战阵营里面有内容，这个内容是什么？一个是汪精卫投降，一个是中共的在地后地区的自行发展所发生的所谓国共摩擦。我们同时蒋委员长在抗战期间受了外国人的欺负，诸如啊，香港开始还很好，但是后来越南广州失守以后，越南封闭了铁越铁路啊，英国丘吉尔上来就封闭了铁面铁路，苏联还鼓励新疆的独立。所以但是蒋委员长面临这许许多多的内忧外患，他坚持抗日第一，抗战到底。这个抗日第一，抗战到底，这是赢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家的胜利最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蒋委员长的领导，没有抗战胜利。现在讲，我是从台湾来，台湾同抗战有什么关系？
台湾在抗战的时候还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同时还是他们侵略中国同南京的一个基地，军事基地。所以他第一次轰炸南京的飞机是从新竹起飞。有人说台湾没有参，不是抗战阵营，台湾没有参加抗战，这句话不能算错。但是台湾人参加抗战阵营的可以说非常之多啊，举例像谢东明、黄兆群、林振东、陈守山。台湾在抗战的时候虽然不属于抗战阵营里面的，但是台湾人反对日本同抗战是两回事。台湾人反抗日本人的统治50年没有中断过，台湾同抗战的关系比我们中华民国、中国任何一个省关系都密切。因为我们台湾，我们抗战胜利了，台湾才能够光复，才有今天繁荣富庶、自由民主的台湾，否则没有今天的台湾。因此我们不能说抗战与台湾没有关系，可以说抗战与台湾的关系最重要了。这个我们光复台湾以后接收台湾的军队都是破破烂烂的，穿着朝鲜，很多台湾的朋友同说了我们这个军容不准，是台湾人失望。不错，这是事实。但是大家知道，因为我们半年抗战的艰苦，我们物资缺乏，同时抗战胜利因为投了原子弹来得很突然，我们很多补充的都来不及。但是我们可以说半年抗战是我们穿朝鲜的打败了穿皮鞋的。现在我们再讲香港同抗战的关系。香港在抗战初期是我们军用物资由香港补给的一个主要的来源，但这个来源到了1938年广州失守以后就断掉了。后来二次大战开始了，日本人占领了香港，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物资透过香港以间接的路线运到大后方去，尤其是医药。所以香港在抗战期间自始至终可以说对于我们中华民国都是有非常贡献的。香港今年很快通过了，在开罗会议的时候蒋委员长就提出香港要回归我们中华民国，但是丘吉尔当时说了我们开罗会议是研究讨论处理战败国的问题，就香港现在是英国统治，英国不是战败国。当时蒋委员长就让步了，但是强调我们战后一定要收复香港。所以1997年香港回归了祖国，中国中华民族可以说是抗战胜利的间接的战果。所以蒋委员长如果不坚持抗战到底，那对今天的历史不是这样的历史。蒋委员长如果像汪精卫一样投降了日本，二次大战战败了，中华民族中国是一个战败国，
难于今天的国际五强的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不平等条约不会取消的。所以江委员长如果是投降了日本，同日本投协，接受日本的条件，那就是成了满洲国共同交动及经济合作。那以中国同日本的陆军如果同德国一起来打苏联，苏联失败了，德国同日本占领了欧亚大陆，这个时候美国还敢同日本来打吗？日本还有需要发动太平洋战争吗？所以那历史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此这更足以证明江委员长他经过这样的内忧外患，但是他坚持抗日第一，这个是对于现在的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这是值得我们，他的政治人格是在我们中国人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永远是光辉灿烂的。所以因为江委员长坚持抗战到底，坚持抗日到底，所以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家能够获得最后胜利，最重要的四点贡献。第一个，阻止了日本的西进，就是日本同德国不能联合起来打苏联。第二呢，使得明军能够开辟第二战场，因为我们有100多万的军队，我们牵制住、拖住日本100万的军队，所以欧洲大战才能开辟第二战场，最后打败了德国。所以，因为我们拖住了日本的陆军，所以日本的陆军经过在南洋初期取得胜利，最多只能最后到这个新几内亚啊，所以澳洲、印度都能够安全，这是保障了美国在太平洋反攻的一个重要的基地，所以帮助了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因此，我们纪念抗战胜利90年，我们必须要了解江委员长坚持抗战到底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贡献。所以说，没有他坚持抗战第二，我们抗日到底，坚持抗战到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果，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最后，我要讲，这个是我们中国的抗战，我们胜利了。我们究竟一些什么结果？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收复了一切的失地，包括光复台湾，包括今年香港回归。我们第二点就是，我们能够取消不平等的条约。第三，我们在世界上作为实际上是四强之间，法国是后来加上的，法国曾经投降过，所以同时因为我们抗战胜利，全世界亚洲、非洲的殖民地在战后都独立了，这就是我们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我们济弱扶穷的一个成果。这些成果都是江委员长把它完成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江委员长他是继承国父孙中山先生的终身的信徒，他要去建设一个三民主义大一统的中华民国，也就是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路线。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为了走孙中山先生的路线，我们才能够是一个世界上最尊敬的国家。
中共就花半年抗战的这个本质，虽然与民族作战的这个不同，但是我们的抗战同英美苏的这是互为影响，而我们也是抗战胜利，尤其在亚洲战场，我们是一个主体，我们是这个是蒋委员长是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所以蒋委员长在二次大战当中，他对于世界的贡献，对于中华民族的贡献，我们世世代代的中华民族的子孙都应该记得，不应该被流出，不应该被污蔑，更不应该被忘记。今天我们中华民族的年轻的子弟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抗战不是唯一的党派，抗战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但是不是为中国国民党而打，是为全中华民族而打。所以今天我们凡是一个中国人，我们如果是把这一段最光辉的历史，五千年来最光辉灿烂的历史，把它埋没了忘记了，我们对不起抗战期间牺牲的20000万的军民，我们对不起后代子孙，我们今天堂堂做一个这个是现代的文明国家对后代的子孙欺骗，可不可以？因此今天我对于我们在香港的同胞，虽然是受了很多的限制，但是还有今天这样热烈的这个场面来纪念抗战胜利，效忠中华民国。我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老兵，抗战的老兵，我要对大家表示12万分的敬意。现在我想你们就可以接受前夫我先告辞，但是我想和大家一起我们呼吸个口号好不好？抗战胜利万岁！今天您并不孤单，有好多当年的同袍在座，我想请他们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接受全场的鼓掌。各位当年的老兵老英雄在哪？请起立。好，看到了，大家为他们鼓掌。中华民族万世子孙，尊敬你们。谢谢。请进坐，请进坐。院长现在因为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他先离席了。他本来是打算跟大家共度一个晚上，我忽然有点问题啊。我们现在热烈的掌声欢送院长，院长非常忙碌，今天到明天就要回去了。我们祝院长跟在座的老战士、老兵、老英雄身体健康。Thank you.